其实你看前面的哈，主要一把这个程式里面，因为你会发现它有个 file name，那这个 file name 呢，以后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工作表名称。那工作名称其实我们前面有个叫点 name 的有没有？所以其实哦，主要就是哈、哦，改的方法哈、哦，大概我大概把重点改的方式哦，我是把它抠过来，这些有没有 ？copy 贴过来。那其实只要写多两行，然后删掉一行啊两行就可以了哈。 那哪些要删呢？因为我就不需要放在哪里了，所以这一行不要了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也不要 R 了，因为不用放，只要放到一就好了 ，A1， 然后后面也不用追踪了。所以其实删掉两个 R， 然后呢把这边改成一。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要当他进来之后的话，啊，我已经找到三重了，然后我必须怎么样？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给他。 然后呢，再把它重新命名，所以这就是两行啊，应该还记得吧？这个也不用特别背啦，但是我觉得哈、哦，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，序词点的嘛，点 add 嘛，对不对？前面啊，放在后面的话就是什么 after，OK，、okay， 然后冒号等于放哪里呢？放在那个序哪一个序词啊？序词最后那一个就是叫序词点。 count OK 哈，这边就有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我们就是把它 enter 之后的话，再把它的名称，那一个名称就是放在最后面那一个，序着序点 count， 所以这一行复制过来的名字点 name 等于什么呢？等于 file 就好了。哎，这样子就写完了。OK，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？哦，所以真的程式看起来，我是觉得如果 改对了哈，真的一下 OK 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啦，程式因为它要求是100分，所以你一定要每一行每个东西都是了解的。然后呢，有些东西还要常用的记得还是要稍微背一下啊，不然的话，说真的，有些都啊，如果不记得没关系，你就从哪边呢？从我们前面有批次新增工作表，有没有？我记得好像应该是第二次上课、第三次上课就有讲到了，然后你就把这个拿来稍微 改一下，其实主要是这两行嘛，在回圈里面 add， 哎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一行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一行呢只有后面这个变数不一样，其他都一样，有没有 ？OK， 所以记得了哈，回去的话可以整理范本吧，也就是以后啦，有点像是你需要的东西，你就是在哪边复制可以贴啊，所以可能这个整理工作哦，当然我没办法帮各位，所以你如果比较不熟的部分， 请你再自己再把它花一点时间整理一下，因为这些东西是必要的。OK 哈，然后最后做完之后的话，你就重新再把这些跑一下，那就全部就跑完了啊，再做删除啊，批次删除啊。另外的话，其他也许再做变化，我想这个可能就是自己再花一点时间，也许就再回头把那个什么我们的筛选之后再分割或之类的哈，或者再把刚刚这个25个。 有没有？这边有25个工作表，哎，不过好像点 TSD， 如果不要的话，哦，反正这个自己写好。